我是长荣交响乐团的团长张义士。我们长荣交响乐团自成立到现在大概有17年。那我们除了定期音乐会演奏古典的音乐会之外，那我们演出的曲目很多元，除了古典的小品，那也有一些电影的插曲等等哈。太平洋左岸艺术节哈，能够邀请我们长荣交响乐团在这边演出，特别规划这次的曲目，因为是太平洋的左岸，所以我们也没有演这个法国的相送，像那个左岸咖啡一样。那有包括两首有关河流的曲子，就是蓝色多瑙河，还有莫尔岛河。最主要还有我们的林内山组曲里面的序曲，那由我们花莲在地的作曲家林道生老师来作曲的，那就是把我们当地的音乐带进来，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2019太平洋左岸艺术季邀请到闻名国内外的长荣交响乐团来办一个非常感人的庆夏享乐飨宴，在我们6月1号晚上在文化局的演艺厅盛大演出，从舒佩的《轻骑兵》序曲开幕，然后进入到格力格的《清晨》。这次的音乐非常的活，都让我们民众感觉到非常惊喜和非常的高兴。在大家的安口声当中，我们长荣交响乐团特别为大家演奏了拉德斯基进行曲。最动人的就是我们的指挥会转头过来跟每一位欣赏者做互动，造成我们大家融合一气的感觉。